大家好，我是超星练习生陈星浩，我要开始挑战了。好像没有。用三个词夸自己。三个词吗？阳光帅气可爱。走在路上，突然有人拉着你，叫你叔叔，你什么反应？奇怪了。最喜欢别人夸你什么？都可以，只要是夸我的。评价一下自己的官宣公司照。就。还行吧。评价一下自己的 A 手势变装视频。就那样吧。觉得所有练习生当中谁最帅？谁最帅了？我还没健全呢，等我健全了，我再那什么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超星练习生郭殿甲，我要开始挑战了。就从亚洲超星团第一个认识的人是谁？陈哲。用三个词夸自己。三个字。词。啊，词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肤浅。最喜欢别人夸你什么？最喜欢别人夸我，哎呀，这小伙长真俊呢。官宣公司照就怎么说呢，就还评价一下 A 手势变装视频。还行。如何证明自己是人类而非平行人工智能？人工智能不会口吃啊。对，我口吃一点，我有一点口吃啊。对节目中哪个练习生最好奇？其实对那个比较好奇，他们组的整个舞台都比较好奇。觉得练习生当中谁最帅？我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超星练习生江信熙，我要开始挑战了。来到亚洲超星团第一个认识的人是谁？除了我们公司以外的话，应该是 N 问吧。用三个词夸自己。自豪。帅，高，差不多，就两个吧。走在路上，突然有人拉着你，叫叔叔，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就能理解吧，因为也就是年纪有点大了，现在2002年的话。最喜欢别人夸你什么？就是夸我的，我都喜欢。评价一下你的官宣公司照。官宣公司照，我觉得有点凶，就是其实我有笑的照片，但是没有放出来。那个我是挺满意的，因为我记得现场的时候是，我跟老师那边说了，导演那边说的是拍了三四个分镜，就是特别仔细，我觉得出来还挺好的。主动还是被动？偏主动吧。哎，被动，哎，就是不一样，对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超星练习生梁诗玉，我要开始挑战了。谈一天。跳舞好。长得高。脸小。夸我棒。没本人帅。没本人帅。我能第几名呢？主动还是被动？被动。这节目中哪个超级明星好？有一位14岁的弟弟。最想和谁合作？最想和谭一天合作。每次训练完最想休息。对身体的哪部位最满意？肌肉。经常被好。平时太邋遢。大家好，我是超星练习生汪木青，我要开始挑战了。用三个词夸自己。第一个认识的人是谁？我们团的是吗？外面啊，李千哲。用三个词夸自己。
帅气可爱，然后体贴。最喜欢别人夸你什么？夸我，夸我性格好。评价一下自己的化妆工具照。很可爱，很满意。评价一下自己的 A 手饰品装饰品。这个可以，很好看。如何证明自己是人类而非顶级的工具呢？这是什么问题？人类，我每天都要吃东西。想知道，明天会吃什么？最喜欢身体哪部位最满意？眼睛。最喜欢的食物是什么？丝娃娃。这个什么问题啊？天哪！大家好，我是亚洲超星团练习生尹俊兰，现在要开始挑战了。我记得在超星团来的时候看到权哲来了，然后因为同公司的嘛，然后就是说啊，好久不见权哲，然后应该就是算第一个见到他。走在路上被人拉住叫你叔叔，你什么反应？我会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之前被人叫过叔叔，一个小孩，然后我就说哎，我这么大了吗？然后小孩叫我叔叔，然后我确实觉得五六岁的小孩应该叫我叔叔了，然后我已经没反应过来，其实我已经变成叔叔了，这种感觉。好看吧，就别人夸我好看，我可能就是比较害羞。评价一下你的官宣公司照。就是我那个公司照出来之后，好多就是我公司里的工作人员，还有我的朋友都说这个是你吗？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拍了，就是好像跟我本人不太一样，但是我接受了，因为我觉得就是一张照片而已。最喜欢吃什么？最喜欢吃。时间到。啊。这么快，所以你最喜欢吃什么？我最喜欢吃果汁，就是我现在有点渴。最喜欢